系呢度嘅店主。而家用商用版八达通 app， 顾客除咗可以 scan QR code 俾钱之外，仲可以拍八达通卡俾钱噶啦。首先下载商用版八达通 app， 认住橙色呢个就系啦。打开个 app， 拣商户登记，然后拣商户，输入电邮地址和手机号码之后，设定埋账户密码，即刻你就会收到八达通公司发出嘅 SMS。输入验证码之后，再去电邮到案连结，确认电邮地址，上载商业登记证同埋最近三个月嘅银行月结单。注意，文件必须要完整同埋清晰，要清楚睇到银行嘅名、户口号码同埋持有人名称，相片都要尽量避免反光。之后再跟住画面输入所需资料，最后输入银行名、户口号码同埋持有人名称。户口持有人名称要同商业登记证一样。提提你，记住填写的资料要同上载的相关证件或者证明文件一致噶，咁就完成登记啦。商户手机放置在收银处附近，顾客只要在商户手机背拍八达通卡，又或者用八达通 app 一扫 QR code， 用八达通 app 俾钱，以后顾客嚟买嘢又可以多啲付款选择啦。